個話俾我聽，呢個唔係致命攻擊嘅話，我好歡迎佢出嚟，我俾你試下用汽油彈掟落佢身上。暴徒丧尽天良，想谋杀警察，治乱世用重典，我支持香港警队严正执法。如果警察在港铁放催泪弹，一堆社会知名人士就跳出来狂闹，又说密闭空间，又说漠视人命。现在示威者掉燃烧弹，这些知名人士去了哪？做人公平一点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㗎。